愿意为此生无怨，只剩下思念。时光转，岁月流年，谁可曾甘愿？风云变，长啸狼烟，怒斩风天。心若成空，却已心横。生死何欢，我踏过时空，只为与你相见。古岩会长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前段时间，神圣世家的执事长老沈明带人袭击聂离，所幸被我们及时赶到，将其擒获。审问的过程中，他供出了神圣世家的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啊，竟有此事！光是沈明一人的供述，恐怕还不足以断定神圣世家跟黑暗公会之间是否有勾结，要有确凿的证据才行。叶宗族长的话我们自然也明白，后来神圣世家突然向我们采购大量丹药，于是我们便在那一批丹药中放置了追魂丹，派人带着妖灵一路尾随。哦，那你们有什么发现吗？确定了这批丹药流向了黑暗公会。事已至此，神圣世家已经无法洗脱嫌疑了。可神圣世家在光辉之城的势力根深蒂固，即便是有沈明的口供，恐怕也无法撼动神圣世家的地位。可是古岩会长放心，此事我身为城主责无旁贷，接下来由我们风雪世家接管此事，我们定要好好调查调查。叶修。是。此事就由你来负责。我们之前调查神圣世家已经引起了神圣世家的警觉，叶修大人也要当心才是。我明白，光是一个神圣世家就有不下三位黑金级妖灵师坐镇，更何况背后可能还有个更为强大的黑暗公会。那么在下告辞了。啊，会长慢走。唉，如今光辉之城可以安心重用的人当真不多了。近些年城墙是越砌越高，可崛起的人才却是越来越少，光凭城墙是抵挡不住妖兽的。城主大人不必担心，这不还有云儿、聂离这些后辈吗？他们定然可以成为光辉之城的中流砥柱。光辉之城如今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，就连三大巅峰世家之一的神圣世家都有可能背弃光辉之城，谁会知道未来将会是怎样？唉，只是不知道能不能等到那时候。也是，近日来光辉之城周围的风雪妖兽越来越多，谁也不知道下次妖兽之潮什么时候会降临。对了，再过几天韩儿也该回来了，两年前他已经是黄金一星妖灵师了，
也不知道他的修为如今怎么样了。虽说这叶寒是叶家的养子，城主却有意让他成为下一任的城主。以前云儿天赋修为不如叶寒也就罢了，可如今，唉，也不知此次叶寒回来是福是祸啊。听说万魔妖灵阵布置了一部分，已经可以展现一部分的威力了。城主大人要不要过去看看？哦，这么快？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再加把劲。为了这个阵法，我可是牺牲了整个庭院。我倒是要看看有没有这小子鼓吹的那么厉害。哦，你们来了。这就是万魔妖灵阵？这不是万魔妖灵阵，只是万魔妖灵阵的一部分而已。不过虽然只是一小部分，搞定几个黑金级的菜鸟是没什么问题的。黑金级的菜鸟？哎呀，忘记了，岳父大人，我说的不是你。你知道黑金级妖灵师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吗，小子？扫码关注若红文化公众号官方微博，海量资讯独家花絮，大家多多关注哦。